晁盖那厮果然来了，发信号。好。寨主，现在攻城，敌人必有准备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众将官，有。一鼓作气，随我拿下曾头市。上。师傅，那个领头的就是梁山贼首晁盖。没有布防图就敢乱闯我的曾头市，哼，像个没头的苍蝇。他脸上带着剑回梁山，也好让那些贼坯子知道我史龙宫的厉害。那岂不是便宜了他一条性命？哼，剑上有毒，他活不过几夜。龙寨主，快撤！撤！快！棒伤未愈，望好生歇息。多谢军师，还有各位梁山的兄弟们，冒死救龙某于刑场，没说他来战场杀敌，龙某定竭力向前。报军师，朝天王昨晚夜袭曾头市，乱军中被暗箭所伤，已经归天了。军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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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人所为？曾头市五师爷史文恭。传话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众将不得妄动。这霹雳火秦明已经前去报仇了。秦明不是他的对手。军师，我前去助他。你，军师，让我
我去，我去，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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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吧。沈文公，你给我出来！秦爷爷让你骨肉为邻，出来，跟你秦爷爷大战三百回合。跟我师父动手，先过了我这一关。文图，来受死吧！耶！梁山的五虎将就这两下子，我不占你便宜，下马与你不战。你在梁山不是凭力气大闻名吗？好，我今天就用与你一样的兵器，让你输个心服口服。何在？在布阵。师父，何必费那事？我一人就可拿下此贼。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若不布阵，赢不了他。雕虫小技，连我的偏将都瞒不过。天罡北斗阵。北斗阵的要诀，玉衡星正面御敌，天机星侧面进攻，此两星若能死战不退，可保阵法无忧。说得好，不过我看前面这两人还差点火候，看我破阵。
阵。哼，风林水火阵，你还真识货。可惜啊，中间那人学艺不精，兵器放错了位置，很容易被人夺走。外加命门外露，我若汤阵的话，此人必死。有种你来试试！丢人现眼！我。我的枪法阵法竟然了如指掌，可是同门兄弟。走。走走。师父，我大哥还在他们手里，我要去找他们拼命。师父，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去一个死一个，去一对死一双。居士，石文公的实力大家都见识过了，朝天王武功超群，亦被其所害。秦将军乃我五虎上将，居然挡不住他二十招。现在我梁山倒真有一位能与他抗衡的猛将。来啊，在，请卢员外。见过军师。哼，秦将军，昨日卢员外阵前救你一命，你怎如此无礼啊？我看那是他与史文恭演的戏。秦将军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你和史文恭是同门师兄弟，对也不对？是又如何？实不相瞒，十多年前，在下与史文恭同在周同周大侠门下。自从他冒犯了师父，被逐出山门后，再无往来。哼，有没有往来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明明可以乘胜追击，冲进曾头市，为何停手？一个不追，一个不打。若不是有什么阴谋，又作何解释？你血口喷人！我等初来乍到，对曾头市的布防毫不了解。若像你这等鲁莽进攻，强词夺理。若不是有什么阴谋，就是胆小如鼠之辈。你。曾所安，两军交战，顾不得私情。我不能为了一个人打乱了整个作战部署。师父，可我大哥他身陷敌牢，生死不明，我们就这么干等着？放心，杀晁盖的人是我，他们想抓的人也是我，不会拿曾屠怎么样的。你还是办点正事儿吧。哦，对了，昨天那个蒙面将军查清楚了吗？探子说，梁山先来个什么玉麒麟卢俊义，武艺高强，性格孤傲，据说
刚上梁山就和众将不和，差点动手。果然是我师弟。师弟，堂堂河北第一大财主，居然也会上贼船。啊，你想办法传句话，就说师兄史文恭想跟他见面叙个旧。他可是梁山的人。以他清高自傲的个性，落草一定有原因的。再说他刚刚入伙，跟梁山贼寇的交情未必能深到哪儿去。哼，我这个师弟我非常了解，只要他肯与我见上一面，许就咱们就有机可乘了。恐怕梁山大营里头有曾头市的奸细。谁？昨天夜里巡逻队经过卢员外住处后，院子里就多了一个黑布包，内夹一封史文恭的信。哦，看来员外已经有了良策。军师说过，梁山将士屡屡受挫，固然是有史文恭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曾头市兵力密布，暗道纵横，我军不能贸然攻城。何不借这封信，我们主仆两人假装反出梁山，投奔曾头市做个内应，若能探出机关排布，也好叫梁山减少伤亡。不可，你们二人独自前往，时刻有性命之危。再者，我看这书信之意只是游说员外不为我梁山效力，若就借此轻易的投靠了曾头市，恐怕会引得他们的怀疑啊。我主仆二人安危事小，攻下曾头市拿获史文恭才是大事。这太危险了，军师不必多虑，凭我手中这杆枪，百八十人近不得身，到时候杀回梁山便是。我卢某既然上了梁山，今日便许个投名状，擒了史文恭，攻下曾头市。好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军师你也说过，如果降得太容易了，定会引起史文恭的怀疑。如今卢某惹得某些梁山好汉不信任我，何不借他们之力？好，就这些了。就知道这些。满营的好汉，你不去走动，偏偏跟一个敌军余孽有说不完的话。既然要攻打曾头市，我当然得好好审问一下。哼，审问的事军师自有安排。员外请回吧，坐久了容易受凉。哼，也好，该问的我都问完了。说，你们眉来眼去的，搞什么鬼？你等着，抓住史文恭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曾家之于四虎，外加副师爷苏定，这些副将都好对付，只是那史文恭
是一只真猛虎。总攻之时，你们谁能抵住他？朝天王临终前放过话，有能杀史文恭者，便叫他做山寨之主。以末将看来，只有卢员外的武艺可抵挡史文恭。依我看，不如请员外大展神威，宰了那厮，来做我们梁山新寨主，如何？真是那样，众将必会心服口服。员外，你意下如何？蒙众位好兄弟，救我主仆上山，朕的大事理应处理。可细细想来，卢某实难从命。嗨，何必推辞？那天我看员外也就是在几招之内，打得史文恭的小儿退避三舍。史文恭武艺虽强，但五十招内，在下有把握降住他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何又放着这好事儿不争呢？若员外当真拿下史文恭的首级，我们便有了新寨主，岂不两便？那史文恭虽然走了邪路，但毕竟也曾同门习武。我自幼熟读孔孟，这兄弟相残之事，卢某实难下手。好一个兄弟相残，不忍下手。卢俊义，那史文恭是什么东西？是杀害超大哥的凶手。你拿凶手当兄弟，你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梁山？总之，别的事我可做，这件事还是另起高明吧。莫非你念旧情？那天也只是假打，其实你不是他对手。那天要不是我拍马赶到，你早成了他棒下之鬼。那你算什么鬼？不敢说是吧？你是内鬼！来来来，你要真有本事，我们到前营空地上见个真章。你这个内鬼，放开我！你这个内鬼，放开我！报都统大人，卢俊义的信使到。哦。有请。是。请。都统大人在上，奉我家员外之命，小的燕京特来送降书。降书？好好，来来来，你先坐下。这是我家员外给您的。卢某久居大名府，本有良田万顷，广厦百间，可恨那梁山贼寇设计诓我上山，可怜堂堂玉麒麟，家败人亡，最终含恨落草为寇。今日见师兄在曾头市高就，官至都统，有一弃暗投明，只是余弟落草前因情势所迫，杀过官差，担心官府追究前事。如师兄若能作保，卢某便带余部投奔麾下听用。啊，我心中有数。你家员外杀人上山是被贼寇们所迫，算不得数。你们主仆二人若投曾头市并报效朝廷，我必重重保举你，保你二人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多谢都统大人，我这就连夜回去禀告员外。险些忘了，我家员外还为都统大人准备了一份厚礼。哦，
燕青那小子说，梁山的部分粮库就在这个山洞里。洞口这么小，会不会有炸呀？嗯。给我上！师爷，里面果然都是上好的白米，少说得有两千担。曾头是粮食短缺，这下咱可在都统大人面前立了大功了。石文公果然行动了。报军师，大事不好，曾头是副将苏定带兵袭击了黑龙山的存粮山洞，所有粮食被洗劫一空。传我将令，命秦将军带本部二百人马前去拦截。是。员外，老范看守的酒里我下了些药，你和燕青可以行动了。好。员外，曾头市南门有一个天宝饭店，是我方的秘密联络点，若你们有紧急情况可以从那里传递情报，如果我要找你们，便在饭店门口以泡虎骨酒为名，挂出一个牌子，收购虎骨。好。钥匙在他身上，在那儿。走走。公子，公子，前面守卫都被我调空了，快走。阿威，不必紧张，这就是我们安插在梁山的探子。卢员外，您院子里的那封密信就是我扔的。好。等我回到曾头市，为您请功。哎，走。末将无能，粮食都被曾头市抢入城中，在下只杀了他断后的几个小兵。此事并不怪你，怪就怪我未派重兵防守。报！军师，不好了，卢俊义和燕青果然反了，他们党员看守的士兵抢走了曾屠。什么？他们人呢？他们奔曾头市去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一定是姓卢的把粮库的秘密告诉了史文恭。怎么回事？军师啊，哎呀，这件事都怪我。前两天我看见这三个人隔着囚笼嘀嘀咕咕，我前去盘问姓卢的那厮，说是正在审问曾屠追查情报，现在想来早有预谋。秦将军，此等大事你为何不早报与我？哎呀，哎，这大哥，大哥，兄弟，大哥回来了，大哥回来了，大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没事，大哥，大哥，放心，有孔了，大哥，这几天没见，谢员外，救命之恩，谢员外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师弟啊，叙旧，这回你可威风了啊！从他虎穴之中先夺粮草，再救公子，人还没进门先立下大功两件呢。师兄
见笑见笑，那结粮草之事，都是五师爷苏定的功劳。我岂能略人之美？至于救公子，那更是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曾长官早已备下大宴，为你接风啊，请。请。大哥，来，师兄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师弟啊。 卢俊义本是河北第一大财主，燕青是他大管家，哼，在这里负责供给，那当然是轻车熟路了。小人盯了他们这么多天，没有发现什么破绽。嗯，呵，燕青这小楷写的不错。嗯，你能模仿他的笔迹吗？ 梁山觅食已到，十万火急，五十三刻，飓风九楼见。这么重要的事，燕青怎么不当面告诉我？却留张纸条。见过大人。燕青什么时候走的？大约半个时辰之前，燕长官被叫去城外送粮。这城外送粮怎么来回也得三个时辰。 小的已准备好午膳，要不大人您先用。我出去办点事儿，等他回来时候告诉他，赶紧把这本账算明白了，上面催得紧。是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大哥，这儿，还有那儿。姓卢的只要来了，就一定有问题。只要咱们的人发出信号，我们就当场把他拿下。是是，走。哎，员外呢？叶总管，您这就回来了？啊，我安排了粮草军去城外送粮。哦，卢大人回来找过您，然后就急匆匆一个人出门了。没说去哪儿了？他只说柱上有一摞账本，让您速速算完，上面催得紧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险啊！我差点把你写的密件交给他。军师行事向来谨慎，绝不会如此莽撞。而且，军师说的那家天宝饭店，今天真的挂出一块收购虎骨的招牌。咦，啊，师兄，啊，师弟，师兄，你这是哪里去？啊。有人报酒楼出了人命，我特意去看看。啊，不必了，梁山无用那厮还不死心，派人来劝我回去，这几句话不合，被我一剑给杀了。哪里是什么梁山特使，分明是曾家五虎不信任你，特意给你下的套。哦，能有这事？啊，既如此，我们也不必去了啊，还不如陪我师弟喝顿酒呢。好，正有此意，走走。师弟请。客官，里边请，请楼上请，您请，请。燕青，你去问问掌柜的，有没有上好的虎骨酒。让他拿出来。好嘞，掌柜的，宝号的虎骨酒可是名声在外，今天这史大人、卢大人都在，你们可要招待好了。是是，伙计们，都统大人光临，酒菜捡好的只管上。好嘞，梁氏的弟兄们在路上。接获了曾头市购买的20桶火药，军师让你们迅速查明用途。师弟，来。谁不知道，师兄是曾头市第一杆大旗，啊？射死晁盖，打伤秦明，梁山贼寇那是望风而逃啊。你们只看我表面风光，可是哪知道我心里的苦啊。今天这屋里没外人，我就实话跟你说，曾家五虎啊，虽然面上敬我为五师爷，可实际上不过拿我和苏定当看门狗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心里憋屈啊。我早就想啊，让这曾头市改我的姓儿。啊，我和苏定两人虽说是强龙，却也压不住老曾家这地头蛇，所以我们想邀你们主仆二人加入，这样曾头市就是咱们的了。师弟意下如何？啊，师兄，你今天喝多了吧？
师弟啊，听我一句劝，今天能弄出个梁山假特使，就足以证明啊，他们对你们还是不信任。还不如啊，咱们四个绑成团，跟他们干。师兄，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以打破梁山大营为重。你说的这些事，咱们以后再说。今天，我们只喝酒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就说，师傅出的是馊主意。你看，你看，酒什么都没说出来，还白死一个得力手下。大哥，我看他们两个调度利索，经手过的账目清清楚楚，是个明白人。就是，是啊，大哥。怎么样？都统大人假装与你们曾家不和，试探了他一下，他就是不脱口，一门心思想打梁山报仇。我就说他们没问题。可大人还是有些顾虑。当年同在师门下习武，这卢俊义自恃天分高，凡有新教的棍棒拳法，总愿意跟都统大人比个高下。他们谁赢得多？听大人说，当年是胜负参半，各有千秋。但这卢俊义从不服输。可这次卢俊义这么轻易地投靠了曾头市，而且见到了都统，也总是恭恭敬敬的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狂傲之气，所以大人才心生顾虑。哼，他卢俊义现在是虎落平阳了，不靠着咱曾头市，还真指望那些贼寇？是啊，是啊，难道还指望梁山呢？那师父要怎么才能放心呢？哼，大人说，卢俊义的武功深不可测，如果他是真心投靠曾头市，就牢不可破。但如果他是梁山的探子，那我们可就全完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看，朝廷的大炮明天就要路过曾头市，大人吩咐我们按计划行事，先派人假扮梁山的人袭击车队，我们再出面护卫，连下带骗，一定要让他们的大炮在曾头市多住几日。这样吧，如果大炮能到位，不如安排卢俊义亲自发炮，轰击梁山主营，以表忠心。如果一炮能轰死几个梁山重要将领，那总不能是戏做了吧？大哥，好计策呀！好计策呀，大哥！好计策，好计策，好计策啊，大哥！这个办法，大哥，绝了！真是一箭双雕，我马上去禀报都统大人。走了。哼，明明有两员大将来投奔曾头市，可咱这师傅横扒了竖挡着，就是不相信，害得我们兄弟五个今天还现了回大眼。是啊，以后没错，见面都尴尬。对呀。是啊，我看是师傅妒忌卢俊义功夫与他不相上下，怕投靠了曾头市影响他的地位吧。你是何人？在下曾头市都统史文恭，
请问你是？在下边关守将万载兴，护送大炮路过此地，看来这地界不安稳呐。不知都统大人可否多派些人马护送过境啊？小将军有所不知啊，前方是梁山反贼的大营，足有一万余众，见人杀人，见货劫货。你这炮车是边关重器，万万过不去的。这可怎么办？不如小将军将此大炮存于我曾头市调用几日，待杀退反贼，你就可以上路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倒霉，碰上梁山了呢？就请万将军在曾头市小住几日，等我们击退了梁山反贼，你就能继续赶路。看来只有如此了。好，回营。河姆渡口战船一艘，需要修理，已招工匠八名。伏虎山头接来边境大炮一门，自备弹药30桶。大炮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哪来的？我听说是运往边境的大炮，被都统大人征用了，就藏在伏虎山头，离梁山大营不到1里路。好，炸他个梁山血肉横飞。这事要保密，千万不能让梁山贼寇知道了。法华寺，石文恭那厮借来边境重炮，已经对准梁山大营。你赶紧派人出城送信，让军师撤退3里扎寨，之后再找人偷袭伏虎山夺炮。曾下五虎下午宣布，3日之内全城宵禁，点灯后都不准上街，否则当街格杀勿论。而且城门口由他家五兄弟亲自把守，根本就出不了城了。大师宝，明日就要开炮了。我试试。大人，快看，孔明灯！这不年不节的，放什么灯啊？不好，这风向是飘向梁山大营的。把灯给我射下来。不行啊，太高，够不着啊。一群饭桶，把我的宝雕犀牛角硬弓起来。小银，是。什么牛筋弦，一扯就断！快快去，把我的七弦射雕弓拿来。是。来不及了，大人。刚才孔明灯是从哪儿升起来的？那附近所有的人家，全抓起来。是。曾家五虎总是不信任你，玉兄争取了很久，给你找了一个证明你自己的机会。兄长赐教。明天一早啊，由你炮轰梁山主营，炸死几个首匪，看谁还敢怀疑你。还是师兄照顾我。那帮兔崽子害我不浅，我早想将他们灭门了。嗯。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。这必是史文恭想出的毒计。你那招能行吗？掌柜他为人谨慎，放了好几个，风向又对，应该收得到。我是说
本来我们预定好是走饭店这条线，可突然改成孔明灯送信。军师会不会觉得这是曾头市使诈，不予采信？萧乙的笔迹，军师应该认得出。还有，我在信上标明，如果军师确认，就在中军帐前升起两面帅旗。要是我开炮之前，帅旗还没升起，怎么办？那就跟他们拼了。你们三个跟我去伏虎山，其他人守着大门，准备弓弩手围在炮台周围，若这主仆二人有什么风吹异动，就把他们射成刺猬。我这就布阵。秦将军，秦将军，昨天夜里从城里飞出孔明灯，上面绑着密信。糊涂！我梁山探子自有传信的渠道，你捡的这玩意儿，肯定是曾头市妖言惑众，乱我军心。都统大人，现在大炮的方向叫好了，只要一炮就能把那中军帐轰到天上去。好，恭喜都统大人，梁山升起两面帅旗，这说明所有的贼寇头领都在大帐议事，这下可以一网打尽了。派探子前去查明情况。是。好，今晚我为你摆酒庆功。好你个史文恭，如此歹毒。军师，刚才多亏听了您的，要不然……你看看这个，这，给他记上一功。哎呀，谢军师。我帐前那个夜间巡哨官现在在哪儿？按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派他去南边执行任务。不过他一个小小的巡逻官，你管他做甚？他可是曾头市的探子。那你还留在身边，我马上宰了他。哎，他死了没有价值，只有好好活着，回去报信才对我们有用啊。这，准备四口上好的棺木，大举发丧，一定要让巡哨官回来时碰个正着，看个清楚。啊？啊，好，我明白了。恭喜诸位大人，卢将军立下奇功。快讲，早上打的炮弹小的都打探清楚了，正中梁山中军帐，正在开会的贼寇众头领非死即伤。说清楚一点。宋江、吴用、武松、秦明重炮身亡，受伤将领七八个都已送往后方养伤，现在梁山大营元气大伤。
千军万军。小人亲眼所见，出兵队伍排出三里地，光大棺材就抬出四具。好啊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恭喜万岁，恭喜万岁，恭喜万岁！这本来是史都统和万将军的举手之劳，非要让给在下，真是惭愧，惭愧啊！杀了贼人四位大头领，怎么可能是梁山的探子呢？啊！从今往后，谁若再敢怀疑我的师弟，让他情同此案。即日起，曾头市最重要的南城门，由卢将军把守，燕青为副将。多谢都统，多谢都统，恭喜卢将军，燕将军高升，高升，恭喜卢将军，恭喜卢将军了，恭喜卢将军。大爷，为两位将军庆贺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哎，走走走，大爷庆贺。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怎么还活着？怎么让你失望了？拖出去斩了！是，金石饶命！金石饶命啊！梁山大军从这条路冲进城的话，那片石头很碍事，一定要搬走。何不借这个由头，把天宝饭店的掌柜一并放出来？来人，卢将军请吩咐。前面那片石头离城门如此之近，万一半夜有梁山伏兵隐藏于此，岂不麻烦？你带些人赶紧给我搬开。守城士兵还在巡逻，这人手不足啊。前几日为孔明灯的事，都统大人不是抓了一堆嫌犯吗？养在牢里也是吃干饭。你去跟牢头打个招呼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派到南城门罚做苦力。那一百来人统统押来，一个都别落下。是。是天宝号的饭店掌柜吗？你怎么也犯事了？两位大人，我冤枉啊！你的烂事儿，我没工夫听。啊，员外，我看他一个掌柜的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在这里竟碍事，还不如啊，让他回饭店，给这一百多号犯人准备饭菜吧。嗯，也好，让他将功赎罪。谢二位大人栽培。好。很有长进，很有长进呐。都统大人，这梁山贼寇首领已灭，我也得动身了。哎，梁山虽然死了几个大头领，但还有上万将士仍在虎视眈眈，将军十几个人还带着大炮，如何过得去啊？哎，可边境上家父催得急，我时机当斩啊。哎，不碍事。边境杀外敌，境内出反贼，都是朝廷的功臣。等曾头市破了梁山大营，我再派大队人马护送将军携炮启程。将军意下如何？这万将军，你想想，你的大炮轰死了宋江、吴用，他们恨你入骨，我们现在就是放你走，你身边那几个人
哪够梁山塞牙缝的？你若真落到他们的手里，梁山死了四个大头领，必然混乱。近期我便要大举反攻，剿灭残余贼子。万将军，好生休养。到时候我还指望你的大炮再立新功呢。哎，好吧。到了曾头市，就得听我的。这小蠢材还想翻天。师父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兵剿灭余匪？若有官兵增援，胜算就更大了。哪里来的官兵增援？会来的。掌柜的，今天的晚饭弄好了没有啊？回燕将军，都弄完了。范儿们的窝头已经蒸好，二位将军的酒菜都单放在食盒里，我正要差人送过去呢。梁山大营发的是假赠，无一人伤亡。军师让我捎个口信，一定要除掉大炮。哎，去去去，啰嗦什么？月底结账。啊，好好好好。我去把人引开，你把火药桶全部引着，务必炸毁大炮。好。哎，刘万，这我觉得不对啊。刘万，你看，这人数也不对呀。平时除了万载星又高烧，石文公还会在外围戒备森严。今天怎么就两个人？会不会是史文恭把大炮移走了？不会，这是攻打梁山最好的位置。走啊！他们全都走了，就把我们两个留在这儿。怎么，杀了我们梁山头领，想一走了之？梁山好汉爷爷饶命！这不是我们干的，是那个守南门的卢俊义开的炮。大炮去哪儿了？被我们万将军运走了。你去哪里？我们万将军想赶紧回边关，史文恭不让，万将军就安排我们找机会半夜悄悄把炮运走。这不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史文恭的人马都回城里喝酒去了，我们才有机会搬走。史文恭一向谨慎，岂能出这种纰漏？千真万确，好汉爷爷你自己看，他们的人都走完了。你们万将军呢？万将军还在曾头市南门的驿馆里，说是天一亮再骑马去追我们的炮车，这样史文恭就想追也来不及了。少爷，少爷，炮车已经上路，曾头市没有发现。嗯，好，明天一大早，我们就不辞而别。嗯，少爷早点歇了吧，我守在外屋等天亮。嗯，好。哎，少爷早点休息。嗯。你们什么人？杀了我们梁山头领，还不拿命来！
已经不重要。居然敢背着我偷偷运走大炮，哼，就是这个下场。都统大人神算，您把外围哨兵一撤，他们果然就连夜逃走。嗯，人已经被我们杀了，下面怎么走？就是要他死。这个草包将军是个朝廷命官，我们只要把脏水栽到梁山头上。他爹在边关掌控着几万大军，为了给儿子报仇，定将携我剿灭梁山。到时候不仅我们能用炮，再加上前来增援的官兵，定将梁山一举剿灭。原来师父说的借官兵就是这招。高，让你那些手下把戏演足了。明白了，师父。万将军携大炮过境，被梁山贼寇绞杀，曾头市全力营救，虽抢回大炮，可万将军及其随从却惨遭贼寇毒手。什么人？南门驿馆发生凶案，万载星将军被梁山派来的刺客刺死，杜统大人并四门守将同去看看。好的，备马。是。不会真是梁山的兄弟们干的吧？这件事肯定是我那师兄干的，如此一来既能夺下大炮自用，而且还能让边境总兵大人与梁山结下深仇，说不定还能借总兵的人马围剿我梁山。只怪我之前没有考虑周全，晚了一步。可是万将军手下们已经把大炮运走了，难道史文恭没有防备？若万将军的人全死在了曾头市，那曾头市就撇不开夺取大炮的嫌疑，他史文恭如何向万总兵交代？这么说来，万将军手下们必死无疑啊。真狠，一箭三雕。啊，这这梁山竟敢闯入我曾头市驿馆，杀害朝廷命官！哎，果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败类。你们四个城门官今夜都在哪里？为什么放进来刺客还不止一个？从今天起巡夜的人手加倍，再有此事
严惩不贷。师弟啊，这个驿馆是你的辖区，好生保护现场，厚葬小将军。回头边关来了人时，也会有个交代啊。卢某，这就去办。嗯。哎，护送大炮的小将军被杀，那梁山会不会也盯上伏虎山那门大炮啊？哎呦，不好！我们得赶紧去宝泰，把大炮给运回来。走，是是。刘万，他们真走了。炮车还在路上，他们接着会演一出梁山抢炮灭口的戏。会不会有漏网之鱼？再不出来，我就扎进去了。我出来，我出来。二位大人，饶命！原来是你。好，把事情说明白了，我饶你不死。啊！谢陆将军不杀之恩。说，梁山的凶手长什么样？不是梁山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俩刺客说话，我在床下都听见了，好像是……说，谁？是曾锁、曾屠兄弟俩。我告诉你，乱说话，看我不割了你的舌头！真的是他们两个，曾锁头上的疤，我看得真真的。刚才人多的时候，他们还假装没事人一样，使劲骂梁山来着。若想活命，从现在起必须听我的。是任凭将军做主。听说师兄大获全胜。那梁山贼寇果然是卑鄙，夜袭炮台还杀了守军，把大炮推走了。幸亏都统大人追击及时，杀退梁山人马，又将大炮夺了回来。师兄当机立断，智勇双全，小弟佩服佩服。行，走。出城，半夜出城，可有都统大人的令牌？开门！开门！撤！
文公可以借兵，咱们也可以借图。总兵大人万老将军已到十里长亭。他带了多少人马？50骑。这么点人还不够塞牙缝的呢。哎，看看再说，也许只是先头部队。请节哀。梁山贼寇必须血债血偿，我是不会放过凶手和主谋的。不知道边关铁骑何时能赶到？辽军的粮草快没了。哦，也许能撤走，届时就带重兵过来。好，有了天兵相助，梁山小贼算得了什么呀？按总兵大人的吩咐，即刻巡查四方城门。列位守家，各回驻地，好生听取总兵大人训导。若有任何疑惑，可去驿馆当面请教。是。是。龙某有些排阵之事，特来讨教。坐吧。下官有要事相商，齐退左右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总兵大人不远千里赶来，想如何处置梁山人马？我恨不得将这伙贼寇碎尸万段。如果凶手另有其人呢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喂马的。老爷，小万峰，你没死。报。报，卢亚瑞将军去了驿馆拜访总兵大人。拜马。是。总兵大人，少将军的遇害经过就是这样。区区属实。小人亲眼所见，说错一字，该受千刀。史文恭人面兽心，险些被他骗了。我要亲手宰了他。好，我愿鼎力相助。不，我是不会和你们梁山联手的。此人既敢杀少将军，未必就不会打您的主意。好，再次嫁祸梁山。强龙难压地头蛇。总兵大人虽然以一当百，可毕竟您只带了50骑人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有个万全之策，不过总兵大人得帮我们拿到曾头市的布防图。都统大人到。见过万将军。
师弟啊，你不去守城门，怎么在这里啊？师兄，我来向总兵大人讨教守城心得，没想到老将军因失子之痛过于悲伤，你来的正好，来劝劝老将军。老将军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确实令人悲痛，还请老将军节哀。曾头市上下没有不说少将军好的，可惜啊，天妒英才。不过老将军重任在肩，还不是悲伤的时候。您看看，这国事未了，少将军的大仇也还未报啊！这帮可恨的梁山贼寇，恨不得现在就杀过去。两军相争，不在一时之勇啊，大仇迟早得报。说得好，把布防图拿来。让我看看你曾头市布的阵法。哦，好。军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罗某该去巡城了。老将军，多保重。好，请。请老将军雅正。有见地。好，下官怎敢在总兵面前托大呀？不过这小毛病倒是有一些。哦，待我细细查看。员外，他万祖兵会不会出卖我们？他现在是曾头市的瓮中之鳖，只有联合我们才有胜算。玉，我去巡城，你盯紧驿站，石文公一撤马上带我去见万老将军。是。你看，若是敌人从这儿进攻，你就来不及增加兵力。哦，战场拼杀我还有点心得，但谈到这守城啊，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。老将军今日将一生心血倾囊相赠，真是大公无私啊。哎，都是为皇上尽忠，何分你我啊。将帅齐心，我看那梁山蠢贼们蹦不了几天了。这你放心，我的大军即可到达，交给我吧。谢老将军，谢老将军。只等老将军铁骑到位，三日后我曾头市便发兵讨伐梁山余贼。包在我身上。好。那这图是否让下官拿回去改进改进啊？这图你拿回去吧。好。告辞。万老将军，刚才与史文恭相谈甚欢，想必有所斩获吧。先去外面盯着。是。你的万全之策呢？很简单，你先把布防图给我，梁山就会安排你的手下带走大炮，剩下的破城之事交给我们来办。至于杀害少将军的凶手，我会亲手替大人处置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话？因为史文恭和曾头市是我们共同的敌人，替贵公子报仇只不过是我们梁山顺手的事。
来。这张图是万总兵凭记忆画出的，还特意指出了曾头市布防之软肋，你必须连夜送到梁山大营，好让军事早做决断。好。这个史文恭布阵还真有两下子。军师，嗯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有了这份布防图，这曾头市的软肋就掌握在我梁山手里了。嗯，军师偏心啊，其他主将都有两员副将相助，唯独我是一个人去攻打南门。徐志那卢俊义可不好对付。秦将军，难道你害怕了吗？怕他作甚？战场上见个高低。其实也有两员大将辅佐你，只不过他们已在城中。哪两位兄弟？他们怎么会已在城中呢？就是你恨得咬牙切齿的两位，卢俊义和燕青。这……哦，您是说卢俊义与我等是在做戏？秦将军，很快就会有人发现你并没有死，所以咱们要尽快的行动，不然的话，卢俊义他们有暴露的危险啊。是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总兵大人的50位铁骑都给我伺候好了，人要饿着1位，马要吊镖1匹。我就把你们吊在城墙上。卢将军，卢将军，卢将军，梁山贼寇大军压境，已在城门外了。慌什么？为首的是谁？好像是霹雳火秦明。胡说，秦明早被咱们大炮炸死了。可是旗上写着呢，还有他拿的是狼牙棒。走，出去看看。要不要报杜董大人啊？这点小事还不知道真假，不用打扰他了。城头上可是卢俊义那厮？城下是人是鬼，你不是死在本官大炮之下了吗？将军，我看他定是英兵复仇，我这就派人去狗血泼他。你，哼！哦，诈尸了，走，下去会会他。卢将军，杜统大人反复提醒过，若贼兵势大，他不来就绝不能开城门。哼，区区一个秦明，看我单手擒的。啊，将军，军师已经安排好，五路大军同时行动。秦将军，请随我来。众将官，随我来。下面的人快关城门，快关城门。外面怎么回事？报！报！南门陆俊义和燕青是反贼，他们串通梁山贼寇，已经打进城了。快，快去先接人马，把他们打出去。我去找总兵大人。是。撤！撤！撤！总兵大人，梁山打进来了。总兵大人刚才带着他的50骑兵逃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南门。他们是一伙儿的，撤！
梁山先从南门突入，然后内瓦加工四个城门全都失守了。我布了那么多的仪阵、机关、陷阱，全都没用上。是啊，他们全都避开了，定是有内奸泄露了布防图。是姓万的打死做的手脚。大环寺也被李逵拿下了。五虎呢？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五虎和邓家老爷子全被杀了。大师已去了。还有士兵禀报说，武松提兵那些人根本就没死。什么？他们正在曾头市大杀四方呢。举义，你害我不浅呐！杀出重围，退一十三，先去伏虎山会合，再做生意。好。军师让我问你，史文恭有没有抓到？按时间来看，应该正与卢员外鏖战。出来吧，我知道是你。上了你的当，你盘踞曾头市多年，助纣为虐，残害多少忠良，还杀了我梁山寨主朝天王，你今日落在我的手里，也算是天理昭昭。你真的以为能赢了我？对了，我还答应过万总兵替他儿子报仇。哼，这老贼。Thank you.
的时候，只怕我们梁山的兄弟们不会答应的。员外，你当我不知道？晁盖留下遗言，谁能杀我史文恭，谁就是新寨主。你处心积虑骗取了我的信任，算我瞎了狗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拎着我的人头去请功吧。梁山揭竿起义是替天行道，我卢某不会割下你的脑袋。请什么功？你有什么话就到朝天王坟前去说吧。将军当年雄姿拓沓，英气勃发，孤军早逝，愁肠百结，唯我兄弟一齐高举，镇我梁山，长河呜咽，青山作证，河山即名，梁山兄弟劫富济贫，无主在上，恩仇必报，忠义永存，千古流芳，名垂青史。斩！